我要讲什么？我有镜头恐惧症哎、欸。不是啊，我不是要看你的题目吗？没有，我问你啊。哦，那你就不知道由来，我都靠错别人。我等我不要。高中知识王大三。第一届高中的知识王要准备开始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多熟的香蕉。饮食好漂亮。好漂亮。上一次我有问他，然后我就一直以为他说他要去日本化妆。知名的 YouTuber Noxy 是，我都不知道要举手。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不要再许这种白痴愿望了。都可以找到好工作。谁啊？超黑，超黑，超黑！我打黄标，黄标，歧视，歧视，严厉斥责，严厉斥责，严厉斥责。你这个人，我看到路道了。妹头老一个，好多妹色的，超级绿绿的，很帅啊。妹头三，好吃猪头皮。下班请假。大招，大招，不是，是你，我身边应该是，是你来抽，是他不舒服而已，来就是你吗？赵小金妹，为什么跟抽的名字一模一样？宅地。怎样？你太开心，而且我现在拿你就在叫菲利也没有，因为他有录音。迟到王阿秋，全是你呀！全是你。在那里面有两个，总共两个丹麦。小臂弹的弹主，还有小臂弹的，他是女王。哎，好看，你戴的蛮好看的。我最近斜杠了蛮多副业的。成就跟称号是两件事吧。那个准备要上课的时候，然后去泡泡面，然后班导刚好突然经过说，哎，那、啊、你是等一下要吃的吗？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喜欢泡久一点。被叫了三年的星星，我带坏张伟渊。我高中只有请过两次假，其余全勤。哪两次？跟他出去读书的那两次。哈！我以前抽别人，那是我的耻辱，吃了人家便当，世界我绝对不会再犯。我让他去戳蒋志胜同学的，拿笔，然后然后被老师发现。那个老师还刚抽他吗？你的好人缘是这样来的吗？你还顺便抽我，我以为这种事情只有心仪才会做。哎，为什么被抽屁股这么开心？因为我往前那样靠，没有带坏谁啦？对方的，是那个四爷，一点点。黄雅薇，上课爱讲话而已。我好像没有成就过的称号，欧欧或小欧，好像小欧比较多吧。啊，谢谢你有一段时间叫欧妹妹。我还会拿笔戳同学的脸，让他同学脸上多一颗痣。我们现在问的是有什么厉害的成就？我觉得我很得。大家都叫牛岛洛丽，万方牛岛。潘仔不是跟我们不同班吗？对啊，哦，会不会有很多不知道的事？对啊，我觉得这是场不公平的竞争。没有，我告诉你，我特别为了你多出了好几题，七班专属。七班我也不一定都知道。你的高中有什么回忆啊？没有回忆。一样是什么都没准备，真假？你是不重视这些？没有没有，因为这我都把所有事情都记到我的心里面了。我把大家的 IG 都看了一遍了。我高中三年跟大家都尽力维持友好的关系，尽量参与每一个我可以到的机会聚会。没有准备，因为都在我脑海里啊。是吗？不用准备就亲兄虐啊！我在修电视，把这修好。有啊，我去。复习一下毕业纪念册。我想了一堆你们可能会说的题目，我现在一如反掌。做完简报，我大半夜睡不着，还想了个28个题目。这种题次我还为了配合，就有憨仔这个七班的人，我还特别又多出了好几题七班的题目。从高中的时候，我就那个很八卦。我做了非常多的准备，我觉得。
从高中就开始在做这个准备了。我高中一直下课一直往二班跑，就是怕漏了哪一题，是不会的。二班臭吗？二班没有，七班比较臭。都跟李明远好像午休的时候会去最远的那间厕所，然后不知道干嘛。尽我所能拿第一名，躲避风吧。看学妹。往二班跑。高中的时候都在念书吧。当邱平文的伴读书。打排球，对吧？能说不是吗？社团啊，什么惩罚啊，我都没有。你是风纪股长。我真的是，你是管秩序啊。你这个游戏要怎么获得胜利，就是呢你要非常了解班上的事物以外呢，你还要去打听别班的小道消息。哇，没有，我觉得是朱宇轩，因为我觉得朱宇轩那个很知悉很多方面的八卦。我觉得是徐子浩，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他蛮好，然后现在不好了。所以我觉得是朱宇轩。我本来觉得是詹，可是詹就是出题的，然后我就觉得徐子浩了，应该徐子浩吧，徐子浩会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要看出的题目的内容吧，因为大家都五胎啊，因为大家都是同一班啊。第一名一定是跟出题者有密切接触跟关联的人 ，Which is 嘉禾吧？没有，我没有玩、啊。对哦，我猜会是影池吧，毕竟他跟詹玉。是张玉出的吧？张玉出的、啊，对啊，是张玉跟那张玉，那张玉丽这样怎么？他没有玩、啊，不是，没有，他无聊会特别就说，你出什么？没有，不是说，我是说，是说他是接触到的经历，对，跟张玉会是最接近的。是心仪吧？为什么？感觉他就出很多题，偷出很多题目，他的内鬼，有一点多内鬼、啊，他的内鬼。如果有内鬼，也是谢谢你。我每天复习考题，怎样复习？熟背那个详答题。什么考题吗？没有，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出那一题，所以我就有做笔记。我觉得我自在参加啦。我觉得以我对大家认识，我应该会全对吧？我觉得应该是会在一个中间，然后偏倒数去。绝对不是最后，反正绝对不会是最后的，就可能四五名吧。我很粗心，那个第五吧，第四、第五，只怕后面比我前面。好了，求个第三的。可是你在求学阶段都求第一耶。啊，拿你了。很窄啊。他就是唯一一个不同班的啊，怎么知道他发生过什么事情？我觉得一定是一个跟詹仁玉最不熟的，没有。但是刚刚蔡光宇讲的也有道理，应该因为廖丽雅跟我们不同班，对，所以有可能会相当的吃亏啊。啊？应该是蔡光宇。那个主办方讲这种话，那很危险。我觉得憨仔吧。我觉得憨仔超不利的。憨仔或者蔡光宇。我觉得是。邱品龙，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抢答会很慢。他霸凌，霸凌，霸凌，整个拍下来了。廖丽雅吧，绝对不是最后，反正绝对不会是最后的。暖身题，请问左图中哪一位是嘉宇？嘉宇是新蟹哦。没有没有，还没有举，还没有举，还没有举，你们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嘉宇是谁啦？什么嘉宇？哎，你都忘了答案了？可以吗？好，到底什么生物啊？好，我们核对一下各位的答案。你是谁啊？他是谁啊？什么鬼东西？答案，一到底什么东西？哎、欸，好，第一个哎、欸。哎、啊，刚刚蔡光宇说，一到底是什么生物啊？没有，因为下面有黑色。
Let's go.
高中时候的绰号哦。啊？他高中？我记得好像是跟黄色的东西有关。三二一，雨巷与丁香，那是社团的名称。对，你知道答案吗？知道，知道。我只能讲一个很多一些。知道，黄腔女。接近。我记得，这我真的记得。还去找谢金莹求证过。好，扣号，扣号。不用扣号，答案是。我都把所有事情都记在我的心里面了，因为都在我脑海里啊。如果你要跟老师说，我是你最好的学生。选择题，请选择蒸便当区最合适的管理员。王以真听说也会这样讲。
我没听过。那我要祥达啊。祥达、啊，这还有详细的、啊。有啊，按你。好。之前那个，比如说你刚刚讲说，哎、欸，帮我整理位置。好，按你，按你，按你，然后就去打球了。没错。他说呀，那种才在霸凌我，那根本就不是。他那个交换礼物，全班只有谁没约？我。我知道两个吧，两个没约。我知道。谁？你说。三个人，三个人。谢欣怡跟姓林的。还有一个是谁啊？林嘉伦。下一题，公布答案。素伟，还有个同班三年，很多很多人，所以全部对才对。没有没有没有，你们直接讲一个也 OK。二一，好，亚威，哇，亚威，那个，林雨佩送，不是，哎，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本名，你忘记他本名？袁顺伟啊，你忘记林雨佩本名？不是田田，我知道。啊，他叫林。没有，下一题，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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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康永。林嘉伦。还有。陈一陈一伦。对。还有。我也知道。张一。哎，我张快。胡建安。哥哥不住，不录了。可汉家有两分呢，我是相互的最后。我们公布一下现在比数好不好 ？Happy 一分，然后汉仔、朱宇轩、陶光跟赵品荣、杜文祥、亚威都两分，我三分。哈哈哈哈哈！我自己小得意，第六题，答题，请答出两组同音声调。两组哦，快！杜文祥、蒋志胜、刘梦泉，我跟吴建安，还有韩仔。韩仔又不是我班，哎，没有，韩仔是 bonus， 错，韩仔是 bonus， 错。好，那我交完，我跟韩仔了，不是跟韩仔了，不行啊！好，下次改进，各加一分。我们下次改进，各加一分，下次改进。小漏洞而已啦。第二届开始改进。草原，还有草原。生日分别是几月几日？在场还有谁跟上述几位同天生日？看找一，为什么要举手？我不管。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光很帅。我力。假外面不知道。假外，我准备比给你看。中国人。呀，我力。出题者很爱他、啊，还说阿屁耶，他也偷吃掉薯条。第九题，根据所读的情境猜测这位老师教授的科目。二一，物理。对啊对啊。自然品不是吗？哈哈哈哈哈。一，亚威自然品。哈哈哈哈。不要多讲话。哎，对，重点是刚刚那个字有文发文刊载发的。我知道。开始喽，第十题。问阿光，他自己曾戴过以下哪些东西？一帽子，二围巾的发带，三绿帽，四保险套。这一题我这一题我记得很熟。复选题，怎样？复选题。这一题我记得很熟。我给你死。有我，我不知道。亚威给一跟二。对啊对啊，我在崩了是维尼发带是一家。好了，那我们请阿光他提供答案。自己知道一二。一二吧。没有、哦、不是，可是四也是没有四吗？干恶心。不是，好恶心。不是，你们看戴过保险。不是不是，四个选项啦，谁设计的啦？我没带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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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带过
至少那是一，那是两码子事啊。至少我有努力过、啊。哦，那是啦，是啦。啊，他就把我努力直接踩一脚打给你。好，下一题哦。第一题，请问莫追高二上刚开始上课最常做的事？改运。啊，正确答案是。是啊。三一不是。刚开学的时候一直上。没错。然后是张宇一直去烦你。对啊，潘仔都什么都不知道。妈的！那可以公布一下目前成绩吗？哎，你怎么知道杨威学什么？刚刚都已经忘了。哥哥，怎样？你觉得我们偷加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第十二题，请问在班上两位同学高中时参加过万方棒球队的，有没有？班上嘞。可以可以、欸，所以我也可以拿他班上的。他又不是我们班的，就是我给他开的例外。看，好有印象，好模糊哦。三二一，那个谢希瑞跟谢晋阳。张博宇讲是错错。二一，啊，我没有看。唱比赛唱的是哪一首？哦，一。
好了。还有一个答对了，就这个，就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可是我们答案就最后牺牲了。没关系，排位有了。初探，正确答案吗？谁知道？对的还是你知道？哎，参展要跟良心过得去，过得去。倒带老天爷，倒到高中。你说是蔡依林倒带啊？哦，他答错了。啊，bonus 题，请问。How do you measure year in 什么什么 in 什么什么一个就算一分啊？答案 in daylight 好像有这个答案。你知道 sunset 因为我算了。你 moonlight 应该就没有了。midnight 好，确认一下。Daylight, sunset, midnight, 刚刚有讲 midnight. Moonlight? 没有 moonlight, 没有 moonlight. Cup coffee, juice, 我大杯咖啡。可惜啊，抱歉，跟功能是。你出题下次一定改进，一定改进。没有下次。请问全班第一次跟老师去校外聚餐，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校外聚餐哦，王亚威是鲁山人，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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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鲁山人啊，刚刚讲的，你还有跟谁校外聚餐过？是鲁山人啊，在公馆，在公馆，哦，这个是台大公馆。请问，谁对美术老师说了什么关键字？对，是他当场报警。憨仔知道的故事吗？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直接。我知道。没关系，算了。三二一，周伟强。于是我。说了什么关键字？哈？有关键字？没有关键字？没看题目。我知道，那刘克仁心理变态啊，喜欢东野圭吾。
他很喜欢看推理小那个悬疑小说。这终于变恐怖。他很喜欢看悬疑小说。而且我那时候跟他借的超多本，他说是超棒。第十九题。亚威，哈哈哈哈哈！这个真的，这个我知道哦。亚威，徐子浩，怎么可能是他啊？他说，对，哇，一个小欧旁边，你有没有跟他冲上去吧？没有。那时候你要有一阵子，就是他总是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三二一，因为那时候近视还没配眼镜。不是，是吗？本人，我觉得我记得不是。那你今天怎么跟我讲？朱宇轩，因为小欧坐很前面，然后移动到小欧和亚威旁边，是吗？本人，我常说不是，我就在白眼。差不多是这样。不是你看不清楚，不是我出了借口，为了让老师让我答应。对，你是为了让老师答应你，说你看不清楚。啊，真相就是要坐小欧旁边。对啊，对啊。哎，这几题啊，是快没了，完蛋。第二十题，请问简答。知道。啊，三组好难哦。我觉得想到一定要高中那段时间。等一下，只要曾经有吵过架都可以吗？高中那段时间吗？都可以，只要有吵过架都可以。高中开就吵。西班班上也有三组，是不是？完全不知道，有七班就阿珍了。
三二一。秋羽绒哎，就是那个啊，他们想偷看看在穿羽绒的样子。怎样哪个女的？我也要去破口大骂。这看起来很有变态，什么东西啦？从来不会就是在全班下水的时候下水，我都是不下水，所以他们就会想要看。那我们下一题，五颗星哎。请问美玲老师之前请大家喝的鲜奶浓萃，感觉你很难哎。屁呀，你知道？你要买吗？有，我买过一次。三二一，给你五角鲜。对啦。潘仔，你本来也知道，没有，我要猜你不理。请问，除了智胜，谁上课最爱回答老师的问题？啊？陆伟强。我觉得是我。我也觉得是你耶。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啊，我总是同学。潘仔，你觉得是谁？那个曹建国。曹建国都不会讲话吧？不会。可以被他点制。是，这题难哦。请问，图片中这一次木栅杯的不是我是谁？看这个，这个应该是吧？这个我等一下，等一下。那我个人喜欢这个，只有我知道，只有我知道，只有我知道，不知道。这没有人答出来。我知道，干，错也可以。等一下，等一下，那我没有优势。八一，屁，是我吧？哇，我班长，我班长，你敢就是我。我知道，我知道，太接近了。是我先的，是我先的，是我先的，是我先的。刚刚我觉得是我。不要乱猜，我觉得很合理啊。我要听的，因为恐女。不要乱猜，不要乱猜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超了解。你说，他就是个闷骚。错。错。他其实答案是对的。哈？不是。你是什么提示啊？为了这个路人又掉那个。哎，乔哥，很伤哎，路人。公布答案喽，还是你来这样猜？什么提示吗？有没有？没有提示，我们不要为了一个路人。我们先想一下整天的行程，整天的行程，整天的行程。他身上汗味很重，他不希望有人靠近他。干他！你怎么知道？对对对，他那边没有去啊，他那边没去。他感觉是早上跟阿公去打篮球。对，太强了，可以答对。我好变态啊！完全正解，完全正解。对，他是出门一定要穿外套的人，他觉得要下雨。家乐福还去拿去？对对对，家乐福家乐福。然后他去家乐福买新衣服，对吧？偶包。哇塞，新衣服吗？买一件新衣服穿。我不知道哎，这我忘了。你朋友？很了解。我先报告三级哦。好。现在杜文强十分之一呢，紧追在后的是九哥、Kenny、潘仔跟亚威。哇哇哎。欸请问二班刚刚这三个恶作剧的情况发生，请问
好妖哦！你有哪些恶作剧？看我跟前方。跟我讲，跟我多。一个一个讲，一个一个讲。金牛奖，那个谢欣怡，谢欣怡姐。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像那个不是我的，那个不是我的。
李世杰的声音，老师，我在旁边找我玩手机。讲了十几个，完全没有点内疚的感觉。没有，他觉得很得意。好笑声。